意思说你自己是司机吗？把我车都撞烂了，好好笑。喝口水。输了，不玩了。我要走了。慢点。小宁，哎，来了。哎，咱们看一下啊。小宁，哎，没事吧？哎呀，我一喝多了，要不你们先玩，我先送他回家。我送他就行。我开车了，没喝酒。哦，行，你把他包给我。好了，回家啊，回家。喂，行长。现在吗？离这不远。好好好，我马上到。那你去忙吧，我送他。唯一喜欢仰着睡，万一吐了容易呛着，还有师姐给他喝杯蜂蜜水。放心吧，你不在的时候，他一个人喝多了也没事啊。没事。哎，要不我送。走了，回家。走了。哎呦，慢，走了。行，你帮我照看点。哎，等会儿，手机，小宁。哎，给我吧，放心。行。那个，到家发消息啊。老师，我再陪您等一会儿，小区他估计得等一会儿才能过来。哎呀，不用，咱们下班时间不搞这一套啊。我今天是把你当钓友约出来的，你要这样的话，我下回怎么还敢约你？行，那我先回，赶紧回去吧。嗯，走了，老师。路上慢点开啊。好。我先走了，老师。我要回家。回家。哎，喂。喂，小宁，你们快结束了吗？我现在过去接你吧。不用了，我自己回去就行。天都这么晚了，我过去接你也很方便。真不用，你现在见不得人。连唯一的喝多了，我先送他回家。我不是说了，见不得人。喂，爸，是我。您知道林唯一家的地址在哪？我去接小宁，麻烦您给我发一下。哎，车来了。来了，车来了，走。哎呀，来。来，小心走。慢点啊。谢谢你帮我们打车。哎，我们自己能回去，不用你送。这时间太晚了，你们两个女孩不安全，走吧。我跟你说，哎呦我天，新城他就是太没有原则了。哎，不像我，嗨，就送到这儿吧。不一样，谢谢你送我们回来，谢谢啊。你回去吧。不是，他都已经喝成这样了，要不我留。不好意思，你没事吧？要不你把衣服脱下来，我洗好了还给你。要是你送过来的话，可以啊。我给你通知快递。那还不用了。哎，你先走吧，我怕他一会儿又吐你身上。也行，那你小心点。好。小心他吐你啊。哎呀，好。对。哎呀，慢点。小心点。谢谢。我就知道你是故意的。我不过呢，就是把垃圾吐在了垃圾身上。走，再陪我喝点。原来这就是见不得人的原因。小宁，我暂时先不走，你有什么需要随时叫我。
现在这样被扫地出门被撞见也太丢人了吧。又来个戴瑞同事，现在更加见不得人了。